我妈这粽子包的好啊，包了多少年嘞？你会不会包，梁子？你会不会包？我会穿针。我看你咋穿呢？把线也开始了。哎，真的比那个绑那个线要好看哦，还嗯，三角的，看多好，干净利索。嗯，妈，你最近颈椎和腰怎么样？疼着呢，还疼得很。昨天个我正规养了一下子大小胖来喊你包粽子的，我说我腰疼的不行了。又开始腰疼了？嗯，颈椎也疼。那正好我那个啥，今天给你带了个礼物。专门是治对腰和颈椎的。啊，专门就是针对腰呀、颈椎。多功能按摩靠枕儿。你先别弄了吗？我给你试试来。啊，我给你试试啊。好，包完这一个。好。这是插电的吗？不是插电的，是充电的。充电的。方便啊。哦。然后这个呢是车载上充电的。车载充电器。啊，就是在车上面它也可以用这个按摩枕啊。这个咋用啊？这个？这个就是这个是开关。这是开关。这是力度。这力度是啥意思？力度它就是力量，这个力度分三个档，就是它的力量不一样。我到时候给你按一下试试啊。嗯，来，它这个带热敷功能的，热乎乎的可舒服了，就是挺舒服的，就好像是敷了个热毛巾一样。它这个是42度恒温热敷。嗯，妈不是腰也不舒服吗？啊，来，我们试试腰来。试试腰啊，好，你靠上就行了。哎呀，挺舒服的。妈，这个大腿、小腿都能按，是吧？嗯，来，我给你试试。嗯，小腿啊。哎呀，主要就是腰上的，晚上舒服。来，你躺下。嗯，小腿。哎呀，真舒服。舒服吗？嗯。哎，以后我干活累了，我就放松一下。就是，你在地里面干完以后，然后要喂羊啦、做饭呀、拖地，忙完以后，你随时随地，它不是小吗？哎呀，啊，随时随地躺着坐着都能用。就是，让我给你弄一下大腿嘛，啊，好，哎呀，真舒服，是不是比人按的还舒服？哎，比人按的还好嘞，人按的有时候轻一下重一下的，就按这么一会儿，脖子、腰。没有那么酸，没有那么疼了，是吧？这是干啥的？这是魔术贴，就是把它打开以后，可以放在那个椅子上，我们按摩。哦，妈，我给你叫好，把这个魔术贴勒到这个椅子背靠背这儿。啊，你看这儿，嗯，是不是粘上了？哦，好，粘上以后你就坐到这儿。哎呀，太好了。就是太方便了，它小一点也好，其实小一点你可以随时搬来搬去嘛。行行。哎，这媳妇给我买了个好东西。哪疼按哪儿就行了。对，劲儿挺大的嘛。嗯，比我在外面按摩的那个人的劲儿都大。嗯，饿不饿？吃粽子。好了吗，粽子？啊，好了。好好好，我吃粽子，走。主要是大一盆，能吃完吗？这个。是不是要拿回去？奶奶，你真厉害，竟然用这么短的时间给包了这么多的粽子，并且还特别漂亮。确实，你看这个粽子也不用五花大绑的，嗯，可真穿嘞。他就用他这个粽叶这个材料把它绑住了，嗯，一个粽子四个叶儿，嗯，技术，这米太黏了，嗯，婆婆包的粽子每年我们都吃不够，特别特别的好吃，蜜枣的这是，爱吃甜的多搁些，那需要带走吗？带走呀，嗯，你们全拿走，想吃的拿回去，天天早上遛完几个，全部拿走。能吃完吗？这个能吃完，哎呦，慢慢吃嘛。嗯，粽子叶子的香味儿，嗯。